欧洲旅游专家曾兄弟旅行社独家呈现芬兰探秘追光巡影，三日两夜首次进击北欧大陆，闯进芬兰。首先还是留守在首都赫尔辛基，来到赫尔辛基有个地方呢我一定要去的。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啊？有些东西呢站在平地看不到，上去看看就知道了，走吧。墙身全都是天然岩石，就像山洞一样。你看看这里，哇哇，哎呀，他们是不是带我们去找圣诞老人？看那里，真正欧洲行，曾兄弟最行。